林湘从啦啦队转战艺人大成功，近日加码推出个人首支单曲，成绩亮眼。虽然工作忙，但他还是会贴心留时间跟粉丝互动。他最新发文先是安利自己最近又有新挑战，之后说送大家美照，接着晒出上个月参加时装周的后台花絮，仅有露色内衣裤，好身材完全展现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张照片让网友不是很满意哦，纷纷敲碗希望湘拿出诚意改放高清照。其实林湘之前参加时装周，因为尺度跟造型饱受批评，现在放出后台未曝光照片，才短短几小时已有近80,000点赞，大家刷一排真的太辣了啦，拍照的人手都在抖，都模糊了，真的好辣。